周氏，周氏，喜欢我呀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好困扰啊。那换我来问你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一直纠缠我？做噩梦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小心烫！烫死了，烫死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给我擦干净。你把我喷了一身咖啡的事情，不许跟任何人提起来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董事长。出去。是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早就来了。那我来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我一直在办公室啊。一直在办公室？嗯。这么长时间，你在办公室干嘛了？没干嘛呀。卫卿的香水味，头发是乱的，衣服上有汗。呼吸急促，脸还有点红。哎，你别进去，他现在不方便。不方便？你们到底在里面干嘛了？你别问我了，他不让我说。你们，我恨你。我不就没告诉他我喷他一脸咖啡吗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天哪，我怎么会亲他呀？而且还是我主动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我想起来这件事了，一定不能。